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娱乐通》，我是本周的主播柯仁龙。对，然后这是我第一次当主播，所以其实没什么话讲，对，因为我不太会讲，对，觉得很新鲜，很好玩，对，然后就是来这边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宣传新专辑啦，看得到吗？对，这个，你看。我的新专辑有话直说，对，如果专辑有话直说，你就是希望你们买，对，多买几张。然后最近还有什么没办法说的，其实都不会，因为今天这个节目就是我的，所以在里面我会说很多有话直说的话，对，然后希望你们听了会很开心，对，然后好了，废话不说，就是要看一下就是本周的一些好看的一些新闻。Hello， 对，是的，刚刚就是本周的精彩娱乐大事件。然后几项事件都有金马奖新人的回顾，然后还有王力宏火力全开演唱会，跟萧亚轩下厨煎牛排，还有 AKB48 的姐妹团 MMB48， 对，来台湾的独家新闻。然后刚刚所有的新闻里面，我最感兴趣的其实是王力宏火力全开演唱会，因为我一直非常想看那演唱会，可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看。哎，刚好他那天演唱会的时候。刚好是金马奖，所以其实我超想看，所以我很想看，对这些新闻特别感兴趣，对这些新闻特别感兴趣。对，然后就先来看第一则新闻，就是金马奖的新人回顾片段。好，公布得奖的是。我念了。柯震东，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恭喜，恭喜！柯震东目前就读文化大学体育系，他在片中饰演导演九把刀的青少年时代，以灵活调皮又深情自然的角色虏获观众的心。我该感谢人了，对，很谢谢彩姐，还有崔总，还有九把刀，就是鼓起勇气让我演这个角色，然后也谢谢所有同剧演员，就是帮助我这么多，然后我要谢谢陈妍希，因为她不断的教我，然后因为她，所以我才有这个机会站在这里，然后我还要谢谢所有的经纪人，还有所有工作人员，然后我要谢谢我的爸妈，就是还有我哥。他们的包容跟支持，然后我要谢谢所有的好兄弟，然后要谢谢所有评审，就是因为有你们，所以让我的20岁非常完美，谢谢你们。对，刚刚就是新人奖的回顾，然后我觉得非常开心，就是受到评审的肯定，对，然后很多想法都一涌而上，就是
然后讲之后反而会觉得应该要感谢的人比想象中多太多了，然后也要学的很多不同的东西，对，就是不能因为拿到奖然后有任何骄傲的想法出来，对，反正就是很复杂的心情心理状况就一直在涌现，然后压力也变大了，对，然后其实从拍电影的时候真的不觉得会有改变，我的人生不觉得会有改变，然后到后来电影上映了，然后到现在当歌手，然后也到现在金马奖，我就觉得好多奇怪，因为来的有点快，所以很多奇怪的心情都在一直在改变，因为其实进演艺圈就是在被迫的成长跟长大了，然后其实也学到蛮多东西的，对，然后其实还蛮开心的。然后彩姐有说在二十岁完成了几乎所有的梦想，可是我觉得不一定，因为其实我的梦想还不止于此，对，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之后可以完成更多更多我的梦想，对，然后好，那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更多的精彩的娱乐大事件。じゃなかった言葉のない世界ね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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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でいいからセックスしない立ちんぼってわかるこのバイタイガーなんか言ったかあなた全然自分のこと知らないでしょどうしたらいいのか教えてください愛する人とのセックス以外は金を介在させなきゃダメよ障害者の重役さんよケチんだよ3000でいいわごめんなさい無理ですもう泣くなさあ行くよはい欢迎回到 IM 娱乐通对那我是本周的主播柯震东然后现在聊一下自己的兴趣平常兴趣就喜欢唱 KTV 对我觉得唱 KTV 很开心就是可以纾解压力，在里面乱吼乱叫，就是破音啊，干嘛都不会有人，都不会怎么样，因为其实就是跟自己好朋友唱歌，对。然后，而且，可是我觉得进录音室跟唱 KTV 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进录音室就是另外一个新的挑战，而且在里面把听到自己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楚，所以其实才知道自己该要学习跟进步的东西很多啦，对。然后，其实进录音室也调整很多东西，就是找寻自我特色，声音的个人特色，对。然后。徐老师也帮了很多忙，然后这张专辑筹备，就是因为其实我唱 KTV 唱习惯，所以很多节拍的东西都不会去特别注意，因为 KTV 有蓝字嘛，对，我就跟着蓝字唱就好。可是专辑是没有办法，专辑就是只有音乐，我必须要慢慢对着音乐唱歌，对。然后徐老师也帮了很多忙，然后也用各种方法来帮我，不管是他录的 vocal， 或者是他的手势之类的，或是教我怎么串节拍，然后。唱歌的部分就是，其实我觉得跟演戏很类似，只是他只有用声音来表达情感，对。然后其实我也很开心，我先演一部电影，所以我懂一些用演戏的方式来诠释歌曲，然后其实还算 OK 了，对。然后反正就是专辑出了，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刚刚来看现在的新闻吧，就是王力宏火力全开精华加长版，今天一次给你看得够。
期待，却越中想那未来是你，我才明白这一生简单的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刚刚新闻就是王力宏火力全开演唱会，我真的觉得不看真的太可惜，因为我觉得他现场演唱一定非常好看，而且刚刚看很多画面应该都蛮屌的。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要聊一下我的首播主打歌《有话直说》。对，对，就是《有话直说》，它其实虽然是个在讲爱情的歌曲，不过它其实要表达的应该就是必须就是追求你想追求的东西，喜欢的东西，或是你觉得开心的东西，就是努力去追求，然后不管想要什么东西就有话直说，勇敢的去追，然后其实就是按捺不住自己的热情啦，然后真的就是有话直说，我觉得就是有话直说跟我个性很像，然后我也觉得这样子的人生才是开心的，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这首歌，第一波主打歌有话直说。对，然后再来就是看下一则新闻，萧亚轩急嫁人煎牛排，煮甜汤秀厨艺。你今天要来秀出什么样子的这个很厉害的料理呢？其实就是嫩煎牛小排。嫩煎牛小排，它是和牛。和牛，所以这些食材都是你一一的去。你平常非常的会做菜吗？前阵子比较会，就是我在录音期的时候，我的减压的方式就是录音前我会自己可能做中餐、中下午餐，或是我录很快，两个多小时录完回家，我就会自己做晚餐了。哦，感觉是这是我的那个减压的方式。感觉是，大哥，谢谢大哥，你们很严格。来看一下左边哦，一边翻的同时还一边看视线，真的很辛苦。OK 吗？来看一下前面，差不多了，可以了。心脏，我跑一辆就过去。哇。很辛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过程好了。对，其实这张专辑《我爱我》录制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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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月，那有很多很多很棒的制作团队，是有像阿娇老师、小安老师、陈威老师、谦哥，然后有很多，还有像 JJ 有帮我写歌，是，然后整张专辑是很丰富，我自己也有创作在里面，对，非常期待。对，那这张专辑其实《我爱我》就是一个。我就说是萧亚小姐的更深入进阶版的，进阶版，所以她绝对会让大家耳朵一亮。是，所以那当然，我觉得不只是萧亚，所有在台湾努力做音乐人都应该支持。那当然特别要支持萧亚，对，因为这个专辑应该做了很久，我知道就做了很久，很久。然后刚刚还问她，因为她现在自己控制音乐，所以。就知道做音乐真的辛苦啊，因为不只是要会唱歌，对，懂音乐的新的资讯，那另外还要跟很难搞的音乐人沟通，这是最辛苦的。对，看到有，但是谦哥已经给98分了，非常的高分。然后这个都是很健康，就是是，对，有机的橄榄油加。其实我在家里就是一直在处在手忙脚乱的阶段，因为我没有被限定十分钟要做完一个沙拉跟那个牛排，我突然觉得说当那个阿基师他们真的不简单，还要那种好像很缓不急不徐，要做得很艺术很优美，很难。所以我刚才我就说
煮饭怎么突然之间脑筋空白，可是还好出来的东西效果好吃就好。嗯，我爱我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颠覆，然后在自己爱自己以及自己爱别人以及别人来爱上我的情绪里面，它有舞曲，有中版，有情歌，而且是小海小姐的升级深入版。那这张专辑会是非常热闹的呈现，所以12月7号预购，然后12月23号正式发行，会带来很多很欢乐的气氛以及很一个很特别 Alpha 神秘的味道的。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还有更精彩的娱乐大小事。Gentlemen, it is my special pleasure to introduce a woman who clearly needs no introduction. A very great actress on her first trip to London. Marilyn, is it true you wear nothing in bed but perfume? Oh. Darling, as I'm in England, let's say I sleep in nothing but Yardley's lavender. I long to see her. This story describes a miracle. Miss Monroe? Marilyn is not ready. Excuse my horrible face.A few days in my life when a dream came true. Are you frightened of me, Colin? No. Good, because I like you. Colin, is everything okay? Miss Monroe had some large packages she needed handled. What is Nylon doing with my third assistant? Surprise! Get back in, Colin! I have something in my eye. I can't see anything. Be careful not to get in too deep, son. Marilyn Monroe fancying you. Come on.She breaks hearts, she will break yours. Why wouldn't buy the little girl lost act if I were you? I think Marilyn knows exactly what she's doing. All people ever see is Marilyn Monroe. What must it be like to be the most famous woman on earth? You could quit this. Forget Marilyn Monroe. Forget Hollywood. But let it all go.First love is such sweet despair, Colin. Shall I be her? Who? Marilyn. Hello, 欢迎回到 IM 娱乐通，我是本周的主播柯震东。对，然后我接下来想聊一些我的歌。对，没错，又是我的歌，就是。漂流瓶这首歌，这首歌是我跟妍希的合唱，对，我觉得很开心，因为除了戏剧方面的合作，我跟妍希还可以用歌声来合作，而且我觉得其实我默契真的还算真的蛮好的，就是其实唱歌的时候也配合的不错，然后到后来拍了 MV， 就这段 MV 我们拍得也很开心，而且拍的过程非常的甜蜜而且顺利，而且看到成品之后我也觉得很棒，非常棒，而且弥补了那些年的遗憾，对，就是我跟妍希。终于在一起了，对，然后这 MV 出来实在是太感人太开心了，对，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然后喜欢这支 MV，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下一则新闻，就是日本超人气偶像团体 AKB48 的姐妹团 NMB48 独家来到了东风录制节目。Yeah!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给你们更多更精彩的娱乐大小事。久しぶりに僕のチンチン触ってみるか。触っていいんですか？あなたには美の素質がある。女性の美しさを取りたいの。マジ可愛いね。お前ね。なんか今日は綺麗だな。セックスに乾杯。すごくいいよ泉。ダメじゃない。愛がなければ金を取らなきゃ。はい。いくら？いくらでも。1万円でもいい。もちろん。ラッキー。Hello， 欢迎回来 ，I am 娱乐通，我是本周的主播柯震东。对，然后接下来还是要介绍我专辑里面的歌曲，对，就是《请比我爱他》。对，这首歌，因为我记得在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当他有人疼，有人爱，而且是真心真意的非常喜欢这个女生的话，因为真心真意的祝福她。对，然后这首歌《请比我爱他》其实就在讲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了。对，就是真的全心全意的祝福。他可以得到更好的爱情，然后真的祝福他可以更快乐、更幸福，然后也全心全意的祝福他所有事情。对，然后里面很多歌词其实都在讲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如果就是你歌词有讲说，如果你们更让人羡慕的话，我也愿意放手。对，然后这首歌的 MV 我也还没看，不过我觉得应该很精彩，因为短版的我觉得非常感人。对，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然后喜欢这张专辑。对，然后这张专辑其实我也非常辛苦，而且很努力的做完了啦，就是希望你们会喜欢啦，就是卖一个我的诚恳跟我的努力在里面。然后买张专辑有送那个我的写真书，对，就是希望你们看了之后会喜欢一些我的那些里面的剧照跟我后来的一些生活的事情。对，然后就是真的很努力，然后希望你们有看见我的努力跟听到我的歌声，希望你们喜欢我的歌声。然后接下来我有我的活动，对，再来就是12月4号下午2点在桃园的大圆柏有我的签唱会，对，只、就是就是目前确定了，之后可能还有更多更多的话，你就像 Facebook 打柯震东就有我的粉丝专页，或者是去 Sony Music 的官方网站也可以找到我的最新消息，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然后也去现场为我打气，然后再来就是别忘了每周五晚上9点要看。I am 娱乐通，对，就是、哦、我是本周的主播柯震东，然后非常谢谢你们看观赏。